以及颈椎低截之间的脊椎间盘突出，压迫到颈椎低截神经，所以在荣总接受手术，手术顺利，恢复得也很好。非常感谢台北荣总医院陈慧敏院长、陈另外一个黄文成主任以及团队的细心照顾，也非常感谢社会大众对我的关心，也敬请大家在生活上、工作上。能够注意正确的姿势，长保身体的健康。谢谢大家。那过去这么长时间，是不是你都忍痛有在吃止痛药？不过可能大家关心长，但因为他很关心说，因为公投期间好像很特别，就是这个之前的不舒服应该是肌肉吧，那这次是肩膀突出啊，压迫到身体，程度上还是有一些不同。好，谢谢啊。